另外，带您看到是新北市第九选区议员参选人，也是现任新山里里长李仁霖，今天竞选服务处举办了请神安座仪式，邀请地方士绅来观礼，场面热闹。服务处也希望民众有时间就过来坐坐，互相交流指导。新北市第九选区瑞芳平溪双溪共寮市议员选举，现任的新山里里长李仁霖宣布参选，披挂上阵。而李仁霖的服务处在今天曝光，并且举办盛大的请神安座仪式。今天是我们总部神尊安座的仪式，承蒙很多四乡亲、四乡镇的乡亲，许多好朋友啊，到总部来，一起参拜。我五届的里长，两届的里长联谊会会长，我相信，市议员担任市议员这个职务，一定能够胜任，挺好的，李仁霖挺好的。即时一道由李仁霖担任主祭官，现场包括瑞芳农会前公所主管以及水晶酒里长们都来共享盛举。李仁霖也表示，他历任几届里长，又担任里长联谊会的会长，已经累积了许多行政公务上的经验，希望市民朋友支持，他会努力去做。受洗同进宅，奉道齐安，众位神尊，祈福保泰。我总部工作人员，所有工作人员的进驻的日子。希望我们四乡镇的乡亲父老，如果有什么服务的案件，随时到我们总部跟我们总部联系，然后也欢迎大家到总部来聊天指教。虽然说今天是神明安座仪式，但现场大家都身穿竞选衣物，为选举暖身的气氛浓厚。李仁霖也欢迎大家有空来服务处走走，大家互相提供意见，透过交流，让四个区的建设福利可以更好。记者黄瑞芳采访报道。